这是画花。这个花瓣。这种方法叫点多，可以用车缝，也可以用。三圈不能一样齐，要有错落。这一圈和这一圈有点齐，但是由它割开了以后，不太容易发现了。这幅画一定要画圆的。你看，圆的地方就很淡，都是笔尖朝上。等于去描，修理和描是两码事儿。不要连接上它，这是说从这一支过来的，然后。从这里再出去，也不要连接，就说明这个是从这里来的，啊，看，这不是破掉了吗？好，还可以，这个可以这样来，看，这样来以后怎么弄？这一次一到这里来了，到这里来了，它不是有这个吗？看，来连接它。连上，啊，一看好像是把这个绿的破，就是从这一支过来这样做出来，这个可以了，这个可以，但是，你这个这么粗的老藤上长这个嫩枝吗？不可能的，那怎么办呢？从这个位置，你看，抽一个嫩枝出来，看，矫正过来，跨过来，跨过这个老枝，好，这个就从这里出来了。现在不是在看这个藤条的如何长短，现在就是我在给你们讲这个从哪里来的，啊，你看这个从这一支过来。补起来，要不然呢，一张画拿起来一看，四面透风，这样子就是给他花瓣多，感觉花团锦簇，对对对，要不然就